Hi, my name is Kai Yuan. Hi, my name is Kai Yuan. 今天就只是想要赶快做。Hi, my name is Kai Yuan. 今天来想。Hi, my name is Kai Yuan. 今天来可以速跟大家分享一个小小的东西，就是我有一个实体的专属 D 卡，就是客制化的 D 卡 ，D card 的实体卡，这真的是超酷炫。Hi, my name is Kai Yuan. 今天我们就快速做一个小小的影片来分享一下，我拿到了一张实体的 D card， 就是一个客制化 D card， 然后上面写的是。王靖凯摄影大师，这是我自己瞎掰的一个卡称啊，耶喂 ！Hi, my name is Kai Yuan。今天我来跟大家 ，Hi, my name is Kai Yuan。今天我们就快速来跟大家分享一个小小的东西，就是我有一张实体的 D card。D card 是一个台湾的一个社群平台，然后就是有很多年轻人在上面讨论很多东西一个平台，那应该算是台湾。就是最大的一个社群平台吧。那很酷的是，我加入他们的3C 创作者合作计划。就是有一天 ，Hi, my name is Kai Yuan。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一个很酷。Hi, my name is Kai Yuan。今天要来跟大家快速分享一下一个超酷炫的东西，就是我有一张 D card 实体的 D card， 那真的是很酷，就是因为它是客制化的，然后上面写王靖凯摄影大师，这是我的卡称，所以如果有兴趣就去 follow 一下，就是支持我，然后就会分享各种3C 产品的科技的东西。因为有一天在 email 里面收到一个 D card 寄给我的 email， 那他就说要不要加入这个3C 创作者合作计划？因为我在 YouTube 上面分享很多3C 电子产品啊。或是摄影相关的科技产品，那就 D card 就找上我啊，然后就还特别写一个神奇的手写的小卡片给我，然后就是还蛮酷的啦，反正就是多了一个平台，然后可以分享一些东西。那我想说 D card 也可以比较零距离的可以跟大家互动，变成。不是像是 YouTube 这样子，就是留言，然后我有看到就回，没看到就回。D card 有点像是就是社群还蛮重要的一个平台，所以就是一张真实的 D card， 然后还有一个啦，还有一个卡套啦，这个也还蛮棒的质感，我还蛮喜欢的。就是虽然它不是一个吊牌，可能吊在身上啊，或者是可以放到哪里，它就真的是一个卡套而已，但是它的质感真的是。不是那种廉价的质感，好了，反正就是一个 D card 实体卡，然后去 follow 我的 D card， 你就可以看到更多的3C 产品东西。那他们还有办一个就是抽奖活动的部分，就是如果你 follow 我的 D card， 然后你就可以有一个抽奖机会，可以获得300块礼券，这样子就赶快 follow 啦，然后就感谢支持我。就是我们的今天的神奇的实体 D card 的分享影片啊，那大家很喜欢这影片，按个赞，订阅我频道，可以看更多相关影片，记得去 follow 我的 D card。那对，那这里面全部都是开箱影片 playlist，make sure you check it out。My name is Kai Yuan，and I'll see you guys next time。Bye bye。